一个城市可以没有 ICC，还是可以没有警察呢？时间和形势对我们警方很不利，不能让歹徒知道我们因为他们而劳师动众。香港是不允许有挟持警察的事情发生，一直都不可以。一级戒备，胆子真大。 这个很可能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水门事件，一手揪出幕后黑手，捣破警队大阴谋，是不是觉得很本事？案情是很严重，你也认为我滥用职权？担心你的情绪影响了判断，我理事还是不是？非常时期，用非常方法。